我们这五个人当中，天鹤、前锋、我、大张伟、王一博，就是主唱。谁？你们这个组合特别的一个特色就是完全不协调，完全不协调。横跨四个年代，怎么就四个年代？沙宝，你觉得我们五个人当中，你说实在的，你不能说我们认识十多年的哥们儿你就说我啊，不能说我们认识十多年的哥们儿你就说我啊，我不可能说你，啊、我不可能说你，啊、哥们儿没得做了，就打预防针的，哎。我觉得主唱应该是他，我也觉得应该是一博，就他往那一站，流量就来了，对，话又正，调又顺啊，魅力四射呀，对不对？rap 说唱什么都可以，酷啊，因为酷。我觉得他是 bass， 长得基本上都就稍微胖点儿，能把那 bass 搁在肚子上。嗯，前 bass 前 bass， 再过几年 bass 能翻脸上，对，肚子已经到这儿，就这么弹都得跟猫似的，就在这儿。对对对。天鹤，我觉得他适合吉他手。啊、哦，我是吉他手啊。宝哥，他本身会二胡。是吧？二胡拉特别棒，对。那个范儿啊，你头发稍微再留长一点，还真是。Yes。我觉得你呢，经纪人。哎。圈里毕竟混了二十多年，没错，有人脉、经验、人脉各个方面，对，能接活。大张伟呢？大张伟，我觉得适合开演唱会，出去推销票这种。怎么变成黄牛了？大张伟嘴好使，嘴好使，哎，能忽悠，能忽悠。吉他、贝斯、鼓、主唱啊，你总得有个鼓吧？还得真要一鼓哈。对，有鼓。您加入我们呀？你可以俩活一块接。我打鼓没问题啊，我行吗？你就可以啊，你可以啊，行啊，我们就改了，越琢磨越绿嘛。越琢磨越绿。我们今天的服装，你看王一博有绿的成分，对，这有绿的成分，绿，我也有绿的成分，这里有一头香茅驴，你呢？对不起，打扰。